我来吧。你怎么了？我的项链好像坏了。这么旧的项链，该丢就丢了吧。改天应该找师傅修一下。我来吧。好了。大夫，这蜜蜂蛰的严重吗？他这伤怎么说呢？啊？再晚来一回就痊愈了。我真痛。要不我给你再开点药？啊。刘星，你知道吗？江州这边就快烂成一锅粥了，你再不回来就……你打错了。喂，大壮哥要你回去啊？怎么可能？公司的事早解决好了。朱大壮现在在毛里求斯看企鹅呢，所以他给我放了个长假。现在。指不定在哪快活呢。晚上我给你做辣子鸡。嗯。啊去！啊去！这粉丝拖的都快成个位数了，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呀他？哎呀，说。张总让你去趟他的办公室。自从上次公布恋情之后，尤其粉丝数量暴跌，代言商纷纷要告他违约，盛果娱乐内部已是天下大乱，而且尤其本人也不知所踪。尤其，我看你这次还怎么翻身。洪总，好久不见。没关系，您之后还会回来求我的。